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01集的节目啊。那我们 Lady First， 我们今天挑了一位女角给大家做一个开箱，来自于传世系列，然后 Cyber Universe 的华流。先前有给大家介绍过锋刃了，那今天这款华流呢是它的一个头模改色了啊。那赛博智的话，应该这个动画片呢我自己并没有特别去追啊，所以今天单纯来讲玩具啊。首先这个配色的话呢是妥妥的华流配色。它的一个两个武器可以搭载在这个机翼下方，而人物的手型在机体的下方很暴露啊。那它的这个翅膀的这个部分上面的这个螺旋桨啊，由于它是锋刃的改模，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话呢一样是可以这样子做一个翻折的。那你喜欢哪一种摆设呢，就全看个人啊。这个玩具如果加上这两个发射的这个枪炮的话呢，有一个三个尖头的感觉，看上去真的是比较侵略性了啊。拿到上方驾驶舱里头呢其实是有刻画，但是它并不能够打开，它里头是一个单独一个封闭的零件。那飞机的一个起落架的部分前方有做出来，后方呢则是靠着这两个造型件啊撑当一个起落架，直接可以放在桌上，还是非常平稳的。那这个垂直的尾翼的话呢是两片零件组合在一起，上方金属的这个光泽的感觉做的还是相当可以了啊。那本身玩具的一体性这个也不用怀疑啊，是做的非常的优秀的啊。变形的部分呢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设计，我们就直接的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环节，将手部呢将机翼从这地方给打开，然后这个地方撬开两个组合卡扣把它给撬开，手臂的话呢从握住的这个凸的部分呢把它给解开，然后就可以把后方呢给翻出来了。翻出来之后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脚的前面跟后面的一个结构，翻出来这个地方会形成脚的前方，到这里这个部件往下按下去就行了。然后呢将这个侧面的水平尾翼跟这个垂直尾翼的话呢收到相对应的位置来，然后呢这个双动关节啊把这个前后的部件的话呢给推到位，好，这个推到侧边，那这一片的话呢就从侧边这里做一个错位过来，好，到这里。再来的话呢是腰部要旋转180度，然后呢后面的这个顶盖的部分这里把它给做一个打开，打开的话呢是从这个地方撬开啊，它单独有一边比较这个长，然后直接推到后方去，推到后方的时候呢把这个起落架收起来，然后呢这里一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收进去。其实它这种变形方式呢在早期经典 2.0 的狂飙吧，应该是那款玩具的话呢应该就有类似的变形结构了。那这里的一个凸跟到那个结合在这里把它给扣上去，透过这里的双动关节把它给对上。然后呢翅膀的话呢其实它的后方这里还是有一个凸可以扣进去的，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另外一侧一样有，然后它可以前后稍微搓动一下我建议是把它往后搓一点了这样一来的话呢跟身体保持一个距离，这样一来的话呢可动性会再更好一些。那它的话呢其实我早期对华流的印象就是好像是这个 Starscreen 的一个童模，早期的玩具好像会这样吧那我拿到这两把枪的时候我以为是有没有跟奶色线一样可以扣在旁边但其实怎么扣都不是很好看。那么面雕的话呢作为一个女角，这个脸部的这个其实并没有说到非常的秀气但是也不丑就是了。头雕是类似于这个 Starscreen 天王星或者 C 个小队的一个头型，手臂的话呢平举可以看得到它不是球冠，二头肌也可以转动，手肘90度拳头的话呢也是可以转动，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它是可以转动的，腰身可以转动这个腰做的还是挺漂亮的，然后狂派的标志在这。那么呢这个脚前踢后踢还蛮紧的，然后侧踢也是没有问题，脚踝的话呢这个接地的话就是也是有非常的大那你就但是这几块零件就比较多，自己去调整一下。那是一款很漂亮的玩具载具也好人形也好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蓝色，还有这种有点青色还是什么颜色这个蛮冰冷邪恶的感觉的一看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坏的这个女性角色的感觉。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